各位觀眾早晨，歡迎收看星期四朝頭早天文台的天氣報告。過去幾日天氣都幾熱啦，我哋預計今日的天氣情況跟過去幾日都係差不多，仍然都是幾熱的一日啦。過去幾日繼續都係受到一些偏南氣流影響啦，咁我哋預計今日繼續都會吹著一些偏南風，而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見得到，咁其實在我哋附近仍然都係冇乜雲嘅。咁吹住一啲偏南風之下咧，又再加上啊係冇乜雲，幾好陽光。今日天氣咧仍然都會係幾熱啦。七點零鐘嘅時候，大部分地區嘅氣温咧都已經有28、29度啦。咁喺沙田啊，更加有成30度添。我哋預計今日嘅最高氣温咧，市區嚟講大約會有32度。新界咧仲會再高多2、3度添啊。咁如果大家今日需要做一啲户外活動或者係工作嘅話，記得要飲多啲水，小心中暑啦。咁今日天氣咧，雖然話係熱啦，不過咧亦都會局部地區有啲驟雨。咁而長遠少少，我哋預計嚟緊嘅幾日，我哋嘅天氣情況冇乜大嘅轉變。華南沿岸地區咧，仍然都係冇乜雲嘅。咁所以啊，我哋預計嚟緊嘅幾日咧，整體嚟講天氣情況仍然都係幾熱啦。個最高氣温咧會有成32度或者係以上嘅喎。咁不過要留意啦，聽日嘅時候咧，仍然局部地區係會有啲驟雨嘅。好啦，呢一節嘅天氣報告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